2020级马克社奖的上千件作品中，新Baojun R3脱颖而出，将这届东方设计界的奥斯卡收入囊中。专业部门把手的这种细节，这个座椅的设计啊，就像肌肉男友的线条，太有安全感了。当我第一眼看到 RS3， 就被它这种极具运动感的外观和内饰所吸引了。看我穿的这一身飞行服，坐进驾驶舱来可以说是毫无违和感。所有操作按键也像是飞机驾驶舱的开关一样，十分带感。同年10月18号 ，RS3 获得 CCPC 量产车性能大赛3连冠。新Baojun啊，作为智慧汽车的先导者，在智能网联系统和智能驾驶系统上打造也是不遗余力。这不是在开车，这简直就是在开飞机呀！